我们是家庭组合，谁欺负我孙子了？谁欺负我儿子了？想干就你啊！哥几个给我认认真真的做这个东西，讲究的是一个心理。几位干啥的？这是啥意思呢？哎，头发都没有了，还敢欺负我孙子？不是，那个不是哪呀？不是他，不是他。那什么，那大姐啊，麻烦你过来一下子吧。嗯，这边出点小状况。你看看看，是吗？你们几个啥意思？咋回事？来干啥来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拿这当敬老院的，这是怎么的？就他，我先侦查一下。老太太，什么意思？孙涛，你知道他是谁？他是谁吗？老头子。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儿子，你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啊。儿子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当然知道是谁了。刚才就他怀我的，你聪明别，太聪明了，孙子。你不知道他是谁呀？谁呀？他是奥运会柔道冠军，孙富明。你孙富明不孙富明？你瞅你，你等会儿，你刚才说孙富明。孙明，哎呀妈呀！哎呀，师傅啊，你教教。师傅搁这儿呢，你啥一扁的呢？师傅啊，你教教我们。行行行，行，我教你。但是我有个要求。哎，什么要求？那我就播个练场。啊？